大家好，大家好，彭查理先生好。哎，何必先生好，观众你大好，家你好。好，我现在要努力的拍你的马屁，因为你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我们电视台的宝贝。说你在哪里找这么一个宝贝啊？啊？哎呀，这个我不能说，不能说，我只能说，亲爱的、敬爱的、可爱的彭查理先生，你好。30年前就认。对对对，没有，不是30年以前的认识的问题，主要不是讲我，主要是讲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而且呢，就是什么都是很诚实的讲出自己了解的情况，而且呢，很多事情是书上、网上查不到的，而且神经病这么宽，你说我们认识高官子弟啊，同二代啊也不少吧，对吧？但是他们啊了解的范围。他往往是局限在一个范围。如果他在那个系统工作，有时候必须要在国防科工委系统工作，一工作只有20-30年。你问他的事情就是那个系统的事情，或者是他父亲的事情。如果他父亲早就被整掉了，他就可能急得心慌，也搞不清楚。但是彭查理先生不同，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彭查理呢？我们慢慢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一步展开，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大家再来去看看彭萨里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今天好像没看到你带什么画作来呀、啊，因为我对你每一次做节目做一点啊自己的作品，我特别感兴趣，有没有今天、啊？OK，那个，因为呢，今天我们呢讲的内容呢跟艺术的这个字画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我要是再把那个字画放到里边来的话呢，就讲的东西就有点一顺编了，太东哈，那就叫艺术节目，艺术世界。纯艺术节目。啊，那你今天准备讲一些什么呢？今天我是啊，因为刚才你不是讲吗？我这个你们想了解我这人不是吗？我这个人其实呢，这个，最大的缺点，也是现在认为就是比较优点，可是实际上是最大的弱点。什么叫最大的弱点呢？我小的时候啊，什么都不好好学，就喜欢玩儿，你知道吧？然后呢，学什么东西呢，我就学两下就不学了。啊，你比如说让我练书法，练两下，不练了，太辛苦。然后呢，这个学点什么东西，反正学什么都不好好学啊，都不是什么好学生啊，在外语学院学外语吧，学外语专业的不会外语啊，学这个学什么专业不会什么啊，就不好好学啊。可是不过呢，天才好像都是这样啊。可是喜欢自己喜欢那些事情去了。玩这个玩那，反正就什么都喜欢玩一点，可是什么都不精啊。直到年纪大了以后，才慢慢把一些东西原来学的东西再学一遍，慢慢逐渐开始学精一点点了，这才逐渐进入。但是呢，那跟那个真正的专家比，那还是十万八千里啊，那没办法。小时候呢，喜欢什么呢？喜欢跟那些大姐姐们混，那大姐姐尤其是。小时候有几个大姐，有两个大姐姐，哎呀，我觉得她们特帅，特别的正啊，不是帅吧，特别的漂亮吧？不是漂亮。那时候小时候还不太懂漂亮这个词儿，那时候就觉得特牛逼，特牛，啊、哦，特牛，牛气得不得了啊！我们那是小屁孩儿，哪有那有一个姐姐，我还记得她是那个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子弟，也是干部子弟啊。叫付东东，我还记得名字呢。你看，那个姐姐有一次骑自行车带我，嘿，我在后边，那个结果呢，突然看前面有警察，我就说，哎呀，警察不行，赶紧跳下来吧。那大姐说，不用跳，你就坐着吧，没事儿。哎呦，我觉得特牛气，我觉得他骑着车大摇大摆的就从那警察前面骑过去了，根本就不用下来。哎，警察竟然就没理我，没管我们。哎呦，我就觉得这姐姐怎么那么牛的，太牛了，简直！我觉得太棒了，简直！要是我早就吓坏了，简直。他没事，人家还哎还有一个，这姐姐一说你们就都知道，那姐姐你们说你们不知道，这姐姐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姐姐叫什么？叫隋永清。哎呀，哎，陈我远把，清是无数的人呐、啊、在佩服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
因为他都跟这些伟大领袖们在一起生活长大，大家觉得这人太牛。对，哎呀，他这个真的特牛。小的时候他带我去北京饭店，可牛了。哎呀，以前我们即使我也能进去北京饭店，但是呢，那没有什么牛的，就小傻子一样的，老实的。跟着他进去北京饭店，那可太牛了，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个我们那时候北京饭店有一个那个，这先得说这个隋永清啊，他是这个那个谁的。宋庆龄的养女。可是呢，我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宋庆龄的养女，我就知道她是宋庆龄的女儿。后来人家才告诉我，有别的姐姐告诉她是宋庆龄的养女。但是我的心目当中，她就是宋庆龄女儿，她长得像宋庆龄，像极了极了，特别特别像，是吧？他们有两个女孩，当时跟着宋庆龄，但是主要是她。还有一个他妹妹，他妹妹长得不行，我没有他像宋庆龄。他长得，他那个时候年轻时候长得可像宋庆龄了啊，那个圆脸盘、瘪瘪嘴、大眼睛，哎，特像宋庆龄。所以我一直认为她就是宋庆龄的女儿，没什么可说的，不，绝对不是养女的问题，那是她真女儿问题。小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认为啊，他那个，她真的是不是女人呀？不是，她是养女，她不是真女儿。但不是是真的女人。不是真女儿？对，她为什么把她搭她作为养女呢？因为宋庆龄啊，她年纪大了以后，身边没有小孩的话，特别孤独啊。那个没她有小孩的，她喜欢小孩，有小孩的她对小孩也特别好。正好呢，她的这个卫士呢，秘书呢，这个有孩子，哎，而且呢。真的长得特别像宋庆龄，当然后来有一个大姐，就是那谁那冷梅，他们也曾经跟我说过，她说呀，小的时候如果你小的时候跟着谁长大，你可能就长得就像谁。哎，你像那个奶妈，为什么过去小的时候那家长挑奶妈都挑就特别得挑，因为他小孩你喝那个奶妈的奶吧，长大你就可能就像那个奶妈，你知道吧？所以这挑奶妈非常重要。我小时候老听我妈他们说挑奶妈非常重要，这个隋永清小隋姐姐呢，她就长得像这个那宋庆龄，而且那做派说话那牛劲儿那种的挺安然那种，哎，也像宋庆龄，她就是像，你知道吧？那各方面她都像，这你不服气不行啊。那时候我印象，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那个北京饭店的一个服务员，小伙子倍儿帅。小郭子，那时候我在北京饭店的时候，他老招待我，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呦，他说你这小崔姐姐可牛逼，他知道我叫小崔姐姐，这可牛，我说怎么牛法？啊，到这来，我们总经理都得出来接待他，然后叫我们跟他一块陪着打牌，打扑克，你知道吧？打扑克，谁输了谁把那个顶鞋子，把那鞋子顶头顶上。他说我们那鞋子吧都是发的。是那个三接头的那个皮鞋，是国家发的，因为他们那个着装都是国家发的那些服装，什么制服，北京饭店嘛。哎，结果那皮鞋放脑顶，它不像布鞋，放脑顶稍微一动，扑隆就掉了，这老顶上，那谁掉了？弹脑崩儿，啪啪弹脑崩儿，给我乐坏了。他说你这小随姐可牛了，在这哎，有儿。没有一个八卦故事啊？也听说其实不是八卦，是真的。申请你的晚宴是跟他的秘书住在一起，是真的假的？不是他的那个有传闻，确实有传闻说呢，这个宋庆龄后来呢，因为跟这个秘书呢这个关系非常好，后来有意思呢，就干脆就住在一起结合算了。后来呢，传闻说周总理说呢，就别就这就别别这事儿就别做了啊，后来也就算了。但是这可是传闻啊，这个不是真的。但是我是觉得呢，反正这两个孩子是跟他住，但是跟他住的最多的，而且一直陪着宋庆龄的，就是这个隋永清，啊，小隋姐姐，她是一直陪着这个谁的，而且她的妹妹呢，后来稍微长大了一点以后呢，就被那个孙家的人呢给接到美国去了，就是孙科他们家的人来看宋庆龄。哎，看这两个女孩，说带走一个带到美国去，
就把他妹妹带走了，所以这姐姐没带走。那时候我哦，这个传奇，那也就是弄得不好了，现在在美国啊。闹不好在美国，那个呢？当时我说怎么不叫小隋姐姐走？小隋姐姐长得又漂亮，个儿又高，多好啊！怎么弄妹妹走了？简直那时候我还挺不服气的。那个小隋姐姐就乐，那没办法，她挑的那就给了她了。可能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宋庆龄更喜欢这个隋永清，就小隋姐姐，她更喜欢这小隋姐姐，她那个就这个可能更亲一点，跟她更密一些啊。所以呢，这个没把这没让她把这带走。啊，那个妹妹带到美国去了，我估计后来也不得了了。那至少英文就厉害去了。这小隋姐英文不灵。对，那隋永清后来是跟你能够亲近呢、啊，接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艺术也很熟悉。他自己不但是个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收藏家，是不是？对，这个呢是后来的事情。他收藏这个我简直，因为有人跟我说他是什么古董收藏家，我说这古董收藏家不太可能吧？后来又说是这个现代艺术品收藏家，那现代艺术品收藏家那是有可能的，因为古董收藏家现在呀，好多人呢，这个对于这个古董收藏啊，还有艺术品收藏这个有时候混淆这个概念，特别是。我经常最近听到一些说古董收藏大家什么什么的呢，比如说吧，这个蔡国庆曾经就说这个，赵忠祥是古董收藏大家，他是跟着赵忠祥学收藏古董的，人赵忠祥呢马上就说，哎不，这个我那是我这都是一些小玩意儿而已，哎，这赵忠祥说的是对的，因为。古董收藏大家的话，你得有真正的好东西，是吧？你得有这个，货真价实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连城的这古董才行。否则的话，你怎么能成为古董大收藏大家呢？有的人收藏很多古董，都是一般的古董，啊，谈不上大家，你知道吧？这个小隋永清呢，他那个时候其实那当然那个。宋庆龄的东西就多了，可是我印象很深，那时候那个宋庆龄刚去世的时候，哎，那个我有一天在那个看见看这个小隋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姐姐，哎，结果呢，当时呢，她已经从那个是后海啊，就宋庆龄的那个家呀，给轰出来了，那我说怎么回事儿？他不让他住那儿了，而且呢，他回去拿点东西吧，哈，那自己东西，不让他拿。啊，他有一个从小就是那个抱着的一个像一个娃娃是那么一个玩具，啊，就睡觉的时候他老抱着那个。他说我呢就是，等我在开会啊，等会再说。这个谁呢？这个。这个谁呢？这个工作人员呢，不让他拿啊，而且呢，不让他管那个宋庆龄叫妈。比如他说宋庆龄叫我妈怎么着？不，那你不许说妈，说首长。哎呦，当时我听了之后特别气愤，他跟我说这个，我太不想了。我那时候我已经大点了，我说我陪你去拿，我他妈敢不给你？那你自己东西凭什么不给？我跟他非得跟他干一仗不可。我这人就喜欢打抱不平，准备跟那个工作人员打一场架去。后来他们那几个姐都拦着，哎，洗毛，算，他说没关系，算了，说叫首长就叫首长吧，啊，不给就不给吧。哎呦，他那个气质跟那个我原来认识的小隋姐姐，我这是小隋姐姐吗？小隋姐姐原来多牛气啊，简直！现在哎，怎么一下子晒糠了？不不，就马上就。好像就不是他了，那人都变了，那感觉啊，长相还是啊，还是，但是那个说话这个语气气势什么的，哎呦，简直就不是原来那样了啊！这我觉得这怎么回事儿？简直是，哎呀，当时我觉得这怎么搞的？这些工作人员怎么这样欺负人家？啊，人家那个宋庆龄活的时候。啊，对他好着呢，好，刚一死，立马全变脸了，啊，我说这他妈的世态炎凉，
太厉害了吧？这个我特别反感。就说实在，有些社会上的一些东西吧，我是比较反感的。你比如说这个，所谓的门当户对，我小的时候特反感门当户对这词儿，什么家里边什么什么找对象都找得是门当户对的。那时候我们家不是都是其他家那个都是找门当户对吗？我那时候就说，我就将来我不门当户对，我将来就找一个农民女儿给你看看。我说我就找个农民女儿给你看看。那时候我特别反对这些东西，小的时候特别的这个反叛啊，叛逆有点。可是呢，当然后来也没做到啊。但这个就这个小隋姐姐，以前牛到什么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我那个是当时啊。他有一次，他跟一个大哥哥借了好像80块钱，借了80块钱啊，结果呢，那大哥可能到时间了，跟他要钱，他呢可能当时手上没钱，你知道，他就没法给啊，他没当时没钱怎么还呀，是吧？可能就没还给这大哥，然后说话呢也比较硬气点，哎呦，你着什么急？你这。这个还能不还你吗？你过段时间我就再还你什么的。因为这大哥也是个干部子弟，也是高干子弟，有点火。好，一急，俩人有点口角一争啊，啪，他给小隋姐一大嘴巴，扇了一大嘴巴。哎呦，这可痛了，骂蜂窝喽，简直是。这小隋姐姐啊，哭了，走了。好，第二天，公安部那个谁，那个。那可是李振吧？那是李振部长啊，把那个大哥给抓起来了。哎呦喂，把他们家急的呀，怎么回事？怎么抓监狱去了？好，赶紧，因为这个大哥哥呢跟我们家也认识，那个而且那个李振的那儿子跟我们也认识，赶紧问怎么回事，去查清。李振的儿子说了，哎，他说那个宋庆龄，那个宋庆龄打电话给我爸了，说必须把这个人给抓起来。打人，好家伙！那他说这我爸这个面子能不给吗？这不能不给，先抓起来，过一些，反正先把他抓起来，你告诉他们家里没事儿，过一段时间就给放了，那就也没什么，其实不就是就打个架嘛，就没什么了不得的。但是这抓必须得抓，这抓必须。哎，你认识李振的孩子？李振的孩子现在在哪里呀？李振孩子，我本人并不跟他熟，是我哥哥，我大哥和我姐夫哦，呢。你哥哥，他那爸。李振，李振这个事情后来还受到处分了。所谓处分，就是他死了以后，再把他谴责一番，就跟康生死了以后再谴责一番一样的。那李振这个，他是被杀害的还是自杀的呢？据说是自杀的，不是他杀。不是他杀啊，他是自杀的，他是那个可能牵扯到什么事儿了，然后他一看不行了，对，自杀了。外边也有OK。说是他杀，但是据我们所知，不是他杀，他是自杀的。有的像 OK。韩普仁，那是他杀，也是一个高级，但是 OK。OK。他是自杀的。如果柴远清是50年代出生，那个时候比较有名，那他妹妹应该是也是五十年代、60年代，那也跟我们理解差不了太多啊。现在在美国，小隋姐姐她跟我岁数差不多，但是呢，她个子高，长相特别的丰满，就长得很像个大人，你知道吧？我们那时候又瘦又小，小豆芽儿，你知道，显得虽然年纪差不多，估计差个一两岁也就，但是感觉让她就是那个大人了，我们感觉呢还小孩儿的感觉呢。而且他那个举动啊、说话什么的，那都是非常的成熟的。我们那时候还不是很成熟的，说话还结结巴巴呢。那他的那都是，那我们小时候呢，那还小孩玩儿，虽然打架那也是属于小孩的行为，你知道吧？他是很成熟了已经，那做事儿，尤其他办事儿一板一眼。我怎么知道呢？那个时候我大哥拍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副导，有一个人，有人那个向我大哥那副导演推荐那个隋永清。后来呢，因为小隋姐姐她不是演员科班出身，她是在部队文工团跳舞的出身，所以她呢在那个时候呢，她年轻的时候的演戏呢恐怕还是比较弱的。然后呢，这个呢，这个我们这个副导演呢，我还记得姓于。这副导演说，哎，为什么要用他呢？他说，哎呦，这也是一个导演推荐的。
说这个隋永清啊，他有个本事。原来我们这个组，他原来是谁？是演一个那周恩来的一个什么什么哈一个组，那导演就本来也是不想用这隋永清的，但是用了，为什么呢？因为隋永清特能办事儿，办什么事儿他都给你办了，需要什么他都给你搞定啊。说他有这本事，说你们这么大一剧组，肯定需要人办事儿啊。有了他了，那你就什么都搞定，你不用那什么了。后来我们这个那个那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副导演，他是副导演，专门搞这个什么选演员啊什么的。他说我们彭导不需要这个，彭宁他本事大着呢，什么他都能搞定，用不着再弄一个来了。所以后来就他就给可能给挡了呗，他就没用。但是这事儿他说来着，我当时我听见在剧组里我听了这事儿，那。后来呢，这个孙永清呢，他开始就是演些小角色配角。后来他演过一个，哎，我觉得他那个演技上确实进步了，演的是那个《海囚》这个电影，啊，《海囚》这个电影，他里边，哎，我觉得演的是蛮不错的。我还有记忆，那时候我们看《海囚》这电影的时候，有几个上海人在我旁边，然后。就在用上海话，但是带有点那个普通腔的那种上海话口音的说，那这几个那个那海囚不是那个是把这些劳工抓起来，然后到美国做那个劳工嘛，然后呢这些人呢就起义，就是那个在那个跟那个这几个船长他们打起来了，跟外洋人打起来要回中国嘛，要回去，然后这几个上海人说。这傻子了，说这人傻子吧，这些人都傻子了，说什么呢？你那个时候要去了美国，那现在都是老早你是老华侨嘞，那现在你打什么呀？我们现在巴不得把我们抓到美国去，那几个人说的给我乐了，我巴不得美国人赶快抓我去到美国做劳工去，我巴不得的。看这电影就给我乐的，我说这现在思想跟过去思想真是不一样了。对，那我记得好像大众电影登过他一次封面，是不是就是海球啊？可能就可能就是这个那个海，好像叫海球，就那电影名字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好像海叫球，就是海球。就我印象特深。我说哎呦，这人和人不，现在人都巴不得让外国人给抓到美国去，做劳工去。就跟那帮那个叫什么那个偷渡客似的，就那个都往美国跑。那个时候你还反抗，他说你反抗什么呀？你赶快跟着一块去吧！给我乐得够呛啊！这是那个后来小崔姐姐演了也不少电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了。但是我对他的印象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他还是那个，我就印象长，觉得他长得特别像宋庆龄。哎呀，那这就我就我从我心里我就觉得他就是宋庆龄女儿。后来呢，听说他也成了，因为你想想他这人呢，都是在什么人身边受什么人的影响，以前呢。尤其是小的时候，以前好多人都说，哎呀，受老师影响啊，受家长影，受什么这个影响。后来我问过，那时候他们有的人问我儿子说，那个是你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们本来想可能是不是学校啊，老师或者，哎，他不是，他说父母，还是父母对他影响最大。我想呢，那个孙永清也是这样，他还是宋庆龄对他影响真的是，我觉得是很大很大。要从小跟宋庆龄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古董收藏和艺术品收藏，这个呢，特别是当代艺术品收藏，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比如说现在有人说这个，哎，古墓是这个大古董收藏家。这古墓不能算大的古董收藏家，他是什么？他是当了副总理以后，尤其是文革后期，好多那些画家呢送给他画，当时这些画也不值钱，也就是有的根本就不要，当然是不要钱了，送他是不要钱的，当时也不值钱，卖的话卖不了个一二十块钱，可是现在可不得了，你比如范曾的画，
那个时候我大哥带他去姑母家说，哎，送给他。那现在那范增的话就非常非常值钱，可是那时候根本就不值钱，卖都卖不出去，那时候没地儿收他，是吧？哎，所以对，呢。那个时候范曾就是说嘛，他的画如果在美国的话，你要3000块钱就不错嘛，一张。那时候不是7、800块钱都没人买，他当然还嗯，找我说这起码是能不能吧？买点7、800、700得了，等这没人买，咱也给卖了得了，700、800老外也不买，不认那这种的还是得东方人认这东西，那这西方人不嗯，认，哎，那你个时刚候，才扯到对你讲，你讲。哎。就是讲到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古董收藏家，我也不指名道姓说有名的，非常有名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我一看这是古董，但是那谈不到大古董收藏家，这谈不到啊。这个就刚才咱们讲说这个赵忠祥跟我们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为什么赵振强这个人怎么样啊？先讲一讲这个人的人品，很多人很讨厌他。但是我对他印象挺好，他跟我和我太太关系，我挺好，我们在一块聊天聊得不错，他很是健谈，吧？很健谈，人也非常非常好，他对别人那有可能，但是对我们不是，就好像那个我到那个我跟我太太我们俩去看范增，那时候范增还住在前三门呢，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有钱呢，但是他的画当时已经很值钱了。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当时他就当场就给我们作画，就送我们一幅画，一幅很大的一幅啊，丈二的一幅大画。然后他就说，哎，你看，小弟，小双啊，都说要我的画难，难吗？不难，你看你们来，我马上就给你们画，根本就不难嘛，对不对？然后他老婆边宝华那个大姐，那时候他还没离婚呢，啊，跟我们说。小声说，那是因为你们俩，要别人可能不没那么容易。小声嘀咕在旁边，我就乐。那范增呢，他也是很性情的人。他就说有一次呢，有一个高级领导是哪个？是杨尚昆谁？忘了那个那我我不现在不记得名字了。反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官儿啊，是一个常委级的这样的一个大官儿。找他的秘书呢，这个是要画，跟这个范增要画，结果呢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给这范增气的坚决不给。完了说，什么东西简直坚决不给，绝对不给啊！这就是莫名的，但是他又还不懂得那范增东西说的东西也说的驴唇不对马嘴，哎，所以呢，所以你其实看出来呢，范增呢还是很有个性的。人很有个性，你要是跟他谈得来、聊得来，你像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有点困难啊，他送他好多画，那你就卖钱去吧，你就直接告诉你去卖钱去，有困难你拿去卖钱去，啊，直接这些方面其实范增还是挺够意思的啊，以够意前思，够意思。反正在一起到餐馆吃饭都是范总买单啊，这一点我觉得不错，不小气，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人。我跟范增在一块儿，我们出去吃饭都是别人买单，用不着我们担心这事儿。没有，我喜欢大范总，或者是到什么地方都是到了的没人知道他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到老外店里面去看那些。好玩的那等稀奇古怪的玩具，不是那等就是那等，就是戴上面具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哎，范子那个眉毛不是很浓吗？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给他戴上一个呢更浓的眉毛啊，陪你照的像什么？像萨达姆豪塞因，知道吧？知道，那是，就是范增呢，对他来讲呢，就是褒贬不一，从人上褒贬不一，从艺术上也褒贬不一。这个人是一个，确实是值得这个讨论和商榷的，值得讨论商榷的。嗯，那我们还是讲一讲赵振祥，你跟我讲一讲赵振祥有什么细节，你还有什么记忆？赵忠祥他跟我们，我太太的演出呢，在这个音乐厅演出，独唱音乐会，就是赵忠祥做的主持人，嗯。太太的主持人，所以我们关系呢
是相当不错。后来呢，我们演话剧的时候呢，也请过他做嘉宾，那个跟他也是关系是非常非常好。他也请过我们吃饭，人家说赵忠祥抠着呢，他不抠了，请我们吃饭。那个还是在那个哪儿，就是他们那个新的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下边那餐厅里，挺高级，那个新的电视台叫什么来着？就新盖的那个，不是大裤啊，衩，大裤衩，不是大裤衩，就是原来的那个，但是也是当时是新的啊，当时新的，那是老中央电视台，也是第二批的电视台在办公楼。那个也就当时那已经是最高级了，就是最好的那个，那旁边就是世纪坛嘛，世纪坛它就在世纪坛旁边，那个餐厅也是很贵的西餐也挺好的，他请我们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他呢？对，有一些人呢，这个呢，嗨，这见仁见智，尤其是那个饶颖事件，是吧？弄得大家吧对他很有这个说辞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没法评论，因为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就开始有变化。在这之前呢，基本没什么，主要就是饶颖事件给他的影响就是挺糟糕的，那么但是呢，我们跟他接触的话呢，不存在这些什么讨厌的那些举动啊，或者言辞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不跟你们讲新闻联播。没有，他不跟我们讲新闻，讲动物世界，他也不说那些官话，跟我们不说官话，他说。跟我们还是比较，有的人还是说官话的。你比如说，那个叫宋什么琼，就那个体育做体育节目，那叫什么琼来着？宋世雄啊，叫什么雄？啊，顺势行，对。他有的时候就得说一两句官话，那还是说，但是赵忠祥从来不说，一点官话都不说。那赵世行为什么在私底下还讲官话了？那也很奇怪。偶尔讲点官话。偶尔讲点官话，这个其实呢，你想，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请他的话呢，中央电视台这是不行的，因为他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所以呢，不能够私下里应别人的事儿。这个，那你要说的话，赵忠祥不比他重要吗？赵忠祥在中央电视台不比他资格老，不比他资格深，不比他重要吗？那他是新闻台的，那比你只是一个体育台而已，对不对？那人家想怎么就没事儿，怎么你就有事儿了，对吧？这就有稍微有点官话，还是多少有点官因为有名了嘛，有时候人家会请他们呀，有些活动啊会请，像这个你要说官话，那大家就都可以说了，是吧？那要不是官话是朋友的话，那一般来讲这事儿就都可以应一下啊，帮个小忙出席一下，不是什么都可以。这个呢，那我们你讲。这就刚才就讲到这个赵忠祥的这个收藏。收藏，收藏了他东西呢也是不错的，但是呢，你要说他是古董大收藏家，这有点过火了啊！什么叫大古董收藏家啊？上次我讲了一下，我说我父亲是吧，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古董收藏家。那人家那个古董收藏家，你得名副其实啊！古董收藏呢，那现代绘画，你比如说我父亲当时连齐白石的画他都不收，为什么？因为那不属于古画啊，还是齐白石送给我父亲的画，那他都不收藏啊，过去的他们都收藏的是主要收藏是古董的东西，还有我太太他们家，就是我的太太的公公。也就是他爷爷，那也是大的古董收藏。那么这个古董收藏家的标志是什么？不是说你东西多，你就是古董收藏家了。不是，你得有好东西，啊，能你能有能能拿得住、镇得住的。你比如说，张伯驹，我们知道张伯驹，那就是大收藏家。张伯驹，哎呦，张伯驹的故事太好玩了。他有一个哎美呦！丽的太太。哎呀，而且张伯驹当年那不得了的人物，后来惨的呀，哎呦，惨你兮。知道他的叔叔是谁吗？
啊，叔他叔叔叔，啊，袁世凯呀、对呀，他跟什么曹锟呐、吴佩孚啊，还有什么乱七八糟一票人当过秘书啊，对呀、啊，而且他原来也是北京的那个四公子之一呀、啊，那他还是有点钱的，家里头还是，而在他的那个养父也是很厉害，也是督军的，也是很厉害的啊，直隶总对。督啊，非常厉害。所以他当时呢，能够跟这就是最顶级的这帮所谓的高干子弟，他那时候是太子党啊，就是当时的民国时期的太子党，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啊，非常厉害。你像他呢，收藏东西那可就厉害了啊，你比如他收藏的有这个西晋的这个陆机的《平复帖》，那这个。可不得了，这近代的，这说实在的，王羲之的东西，近代的没有一个真品都没有，都是复制的，都是那个临摹或者的。这个陆机的这个《平复帖》可是真的原迹啊，原版的啊，真迹，这可不得了，简直是啊。还有李白的《上阳台帖》。哎呦喂，有李白的字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简直是啊！待会儿再给你讲的李白《上阳台帖》啊，那这故事，哎，还有这个杜牧的啊，这个诗卷这些都黄庭坚的书法，蔡襄的书法是吧？这赵孟頫的书法，这都是极品东西这叫收藏大家。才能谈得上收藏大家，刚才我们说了，当然这人物人家也是确实是人物，那这人物不是开玩笑的啊。你像这个张伯驹，他把那个传说哈，是把那个《上阳台帖》呢送给了毛泽东，是通过这个谁？通过这个陈毅送的。结果呢，后来。毛泽东都不知道谁送给他的这《上阳台帖》，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跟他说了一下，他大概些他早就忘了，那个陈毅去世的时候，好像陈毅去世的时候，当时这个张伯驹呢，因为陈毅对张伯驹一直不错，张伯驹呢有一个对，就是一个挽联写的，然后毛泽东去看了之后说，哎呦，这副对子写的。很棒，就是那意思，这个词写的非常棒，是谁写的？这就问一下周恩来呢，马上就跟我说，这个人呢是张伯驹，是谁呢？就是当年通过陈毅同志送给你的那个李白的《上阳台帖》的那个人，就是张伯驹。毛泽东呢，但是没表情，就他可能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也许就算过去了。可是李白的这个他太珍贵，太珍贵，太珍贵了。所以这个真正是收藏大家啊。还有呢，你像这是主要他是收藏字画的，这个张伯驹他是以收藏字画为主，还有收藏瓷器的为主的，谁呢？原来我认识香港，你在香港应该熟了，对吧？香港有一个人叫徐展堂，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当然嘛，徐展堂，这个全国政协常委，然后他到后来买了一个谁的杂志，就是他买的《北信》，你知道吗？陆康。那就是他买的，对啊。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我认识他，我认识他这个人，然后因为在香港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姐夫认识了，跟他认识。这个人那存货可了不得呀！我天哪，我这个他家里边有个地下室，全是高级的这些收藏品，以瓷器为主的。他的明清两代的官窑青花，哎呦，真棒，那真是精品啊！也有少量的元青花，他元青花也不错但是主要还是以明代的青花为主。都是官窑的，这个那是收藏大家
是吧？这个才可以真正的就算得上我们嘴里的说的收藏家。那普通的收藏都不算，那收藏家那我也算收藏家，我有几幅画就算收藏家了，有几个古董就算收藏，那这不能算的啊。而且呢，一般来讲，大的收藏家都是自己花钱买画，啊，得花自己花钱去买去，啊，你这叫收藏家。是吧？你那个人家送你的那个，你像皇帝为什么不说他是收藏家？那都是人家供给他的，那这不能算是啊。收藏家是你自己喜欢，你懂，花钱去买，啊，这叫收藏家。啊，你也不懂，人家给你，你就拿着。那，啊，这种收藏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啊，算不上真正收藏，你只能说是敲诈勒索，或者是人家拍你马屁啊，送给你一些东西，然后最后值钱了啊，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也有，确实有。嗯，所以呢，现在有些人呢，说那些大收藏家还开了，哎呦，中国现在有好多开了那个博物馆的什么，我一看，哎呦，什么玩意儿呢？这还开博物馆，简直开算民俗博物馆就不错了啊！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东西啊！人家讲了，哎，那你说你爸是中国共产党四大古董收藏家是吧？那你爸收藏过什么呀？哎，我可以给你说说啊。康生咱就不说了啊，这个郭沫若咱就不说了，那这人家都有好东西是吧？那李初梨那也绝对有好东西，那我都亲眼看见过，咱就不说他，人家。就说我们家，我爸爸，啊，收藏的有铜雀台砚台，铜雀台砚台，你这开玩笑啊？三国时代的，啊，那古董好的古董是什么呢？它必须得有定义，是吧？你这个首先一个呢，你得历史久远，是吧？你得有你得你既然是古董嘛，称个古字是吧？那你就得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呢，你这作品呢，你这个玩件呢，你必须得是有名气，有历史典故，有名气，哎，你这才行，是吧？第三个的话呢，你还得代表那个年代，你得是那时代，是那年代的东西，是吧？你现在有好多人画的画，那就不代表这个年代。然后画挺好，没有价值，因为你不代表这个年代，是吧？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你得有个标志，是以这个年代什么标志？你比如咱上次说的啊，红色娘子军是吧？红灯记，哎，这就是标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就是这个现代革命京剧的产物，它就是一个标志了，啊，它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你在这之前也没有，在这之后也没有了，啊，就是这个它代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标志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再有一个呢，是吧？你这个艺术的魅力还得有一定的难度，是吧？你不能一点难度没有，啊，无论从手工上、工艺上还是什么的，你得有一些，得是一个精作，是有一定难度的。你没有难度，太简单了，那谁都能弄，那这个也不能算，是吧？就算不上这个精品，艺术精品。你古董你要收藏价值的话，你必须得有一定难度，你没一定难度啊，不行。再有一个呢，第五呢，就是不可复制，是吧？你这东西没有办法复制，比如当时做了多少就是做的，你现后来再想复制，那你做不出来了啊。做出来那东西也是会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复制，你不是当时的东西，是吧？哎，最后还有一个，这东西量不能太多啊。你比如说宋代的官窑的瓷器啊，包括明代的啊官窑的这个青花，这都特别少，当时做的碎的乱的，这几百年一过去之后没了，就没几件，尤其是宋汝窑的东西，那没几件，一说他们家满桌子都是宋汝窑，那胡说八道呢，那都是假的啊，根本就全世界没有多少几，就是几十件而已。你怎么可能你们家满桌子都是汝窑的东西？这不可能的事儿，是吧？那有清仿的啊，汝窑这那可能是有啊，但是你要真是宋代的汝窑东西，那太少了，几乎没有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你得有这些东西呢，来作为一个标准，
不是说你有历史，像我们家，那地上他们满地儿都是那个老窑的东西，啊，就是宋代的老窑的东西，那还有更早的都不值钱，那都是那些玩意儿，是年代有了，啊，可是它艺术价值没有，啊，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值钱，扔在旁边没人要，啊，还有一些民窑货，那就几十块钱，现在就200块钱，没人要那民窑货，是吧？民窑精品还行，民普窑通。喝为什么没人要呢？因为它的这个艺术价值不够啊，它就是哦，民间做的东西，它不是你要官窑不行，官窑的话你做稍微不好就得砸碎了，全都就得砸了，你质量不行就给砸了，就不必要了。哦，哎，难你要怪我一个朋友是一个，我都不敢说他是大收藏家了，但是我觉得收藏的东西非常多，都在我们，抱歉啊。都带我们到他的房子去看呀，都是香港、台湾的巨星都在那签字，我都不想讲那个巨星名字，因为这是个隐秘的收藏家。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公开，我也查了，几十年以前，我跟这个几个也有名的这个人物吧，一起就到那里去了，是一个大铁门，进去了以后，那确确实实有各等各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的名人的签字啊，就是证明去了那个地方，但是也非常隐蔽。那个里面就很多这个碗呢，随便拿一个走，拿一个走，然后有各等各样的这个画就是不是画报纸就是比如说100年以前的、200年以前的欧洲的报纸，哎，他也收藏了很多，拿一张走，拿一张走，他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那我就完全搞不清楚。这个呢，我也碰到很多这人，有的因为有的人呢知道我们家是古董世家，也经常找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呀、能够卖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多，我有几个好朋友还挺好的，也都是干部下来的，原来也是做省长秘书啊什么这些的。他那些作品也就是你说那个啊，这个都有明星啊、明这个的、明那个的签字什么的，那全是假的。我跟你讲，我岳父有个好朋友，特别好的好朋友，那个也是个文人，然后呢，做餐厅，后来文人做餐厅，他周边全都是我岳父他们这批名丁聪啊什么，反正这都是名家吧，都是大名家。哎，后来呢，我岳父去世以后，那都过了很多很多年，有一天他突然找我，他说。你能不能那个？我知道你们家都是古董收藏的啊，那个你自己家里边也是，你能不能那个帮我看看几件古董啊？那我这儿有一批我收藏的一批古董。我说行啊，好。他们家在哪儿？他不开餐馆以后，他们家搬到那个昌平那边去，特老远。我还找了个朋友开车，送我去，而且我还找了一个这个古董的这个鉴定的这个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啊，搞古董鉴定的一个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因为我不搞古董收藏，所以我虽然经常看，但是我并不研究这东西，所以我知道一点，但是并不是深通啊，能多少知道一丁高点儿啊，我对这个呢没什么太大兴趣，我专门找一个人给他看，好一去一看，拿出来，哎呦一箱一箱又一箱，一屋子一屋子又一屋子，哎呦，然后给我们拿出来看，你看啊。对照的，你看这底下这款儿哈，跟这个书上这款儿，你看没？一模一样啊，等等啊，全都有出处，经典。好家伙，然后我们俩一看，我们俩互相一笑，一件真的都没有，全是假的。你想想，他如果在随便在桌子上拿一个明代的官窑给你，你这是什么价钱啊？那都是百万千万。有这可能吗？那呸！不，根本就不没有这可能性，简直就是，是吧？但是你说的这个假的，不只是你们中国人是这样啊，他们美国人也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川普总统，2018年，他到巴黎去参加那个一战的那个纪念活动嘛。100周年，然后本来呢，他有时间安排到旁边就看一个公墓，那个公墓当时有1800名呢海军陆战的队员埋葬在那个地方，结果那天下雨，川普总统就不想去了，不想去了以后行程安排了6个小时，那没事干呀，他就在大使馆官邸就是看一看，一看看到好多古董了，这老人家一激动说，升到空军1号。
他就带回美国来了，当上美国国务院还着急啊！这个事情是美国驻这个法国大使馆，你把他拉回来怎么行呢？大家后来说，他是美国联邦政府的 CEO，对吧？他把东西整法国，驻法国大使馆搬到这个白宫不算什么，也是公家放在公家，对吧？不像陈其彤，要陈其彤的话就要判这个贪污罪了。结果呢，这个其中就有富兰克林的半身画像，要挂到这个墙壁上。但是白宫的收藏家一看，说报告总统啊，这是假的。我跟你讲啊，我正要跟你说这句话呢。像美国大使馆，我去过，哎呀，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明青花的这个盘，哎呀，真漂亮！一看，哎呦，我说这个真棒啊！我说看看吧，啊，我因为他那盘子是这么架着吧，我到后边一看，再仔细看，那仿制的，因为什么呢？现在呢，因为包括现在有一些名人的字画。还有一些就是瓷器，由于原作品太贵了，可是这些艺术呢又非常的美观，非常漂亮，非常值得那个摆设，所以好多呢就是仿制品放在那里边，那不可能是真品，真品放在那儿，那开什么玩笑？就一碰坏了，都1000万没了，那不可能的，这么，那都是仿制品，所以呢，美国大使馆我看好几个全都是仿制品。他做的都是不错的啊，但是都是仿制品。可是，但是你毕竟是川普总统啊，所以后来白宫就借到真的，找到真的了啊，倒还找到了，人家就借到画廊的人呢，就挂在那个地方。这些古董为什么有时候可以借来借去呢？可以借，可以借。那我父亲那个以前就经常借一些古董回来看，然后借画回来。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乔冠华不就是吗？他借的那个《漓江春雨》一幅画。就是这个，叫那花园院长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那个非常有名的那画马的那个徐悲鸿的江春雨，那就是借来的。借完之后他可以，然后再还回去，这是可以借的啊。尤其普通人借可能不行，但是这名家这是可以借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吧啊，可以借。那刚才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你像这个怎么样才能算大收藏家呢？是吧？那能称得上家是吧？那这个谁，张伯驹咱就不说，那他太厉害了，是吧？那我们跟他那是不能比的啊。但是呢，你像刚才我讲我父亲那个铜雀台砚台，铜雀台三国时期的，是吧？那铜雀台是本身就是一个有名的建筑物，而且呢，曹植还有诗。那我们后来的那个背的诗都不，曹植诗太长了，背不下来。我们后来背的那诗呢，是那个其实那个就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啊，那个不是曹植的诗，那个是这个杜牧的诗，是吧？"折戟沉沙铁未销”啊。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的诗，这是后来的诗，这个已经不是当代，但是也是讲铜雀台的。所以你知道铜雀台就非常有名气。那么在三国时期呢，曹植有一个诗叫《铜雀台赋》。那这首诗也是非常有名的，后来不是那个传说这个叫什么？这个电视剧里边传说说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说这个诸葛亮啊，就拿这首诗啊，那个因为这首诗里有一句话叫做“揽二乔于东南”啊，二乔是两个，两个女的，就是这个大乔。孙策的夫人，二乔是这个什么这个周郎的夫人是吧？叫周瑜的夫人啊，他揽二乔于东南，乐朝夕之与共。结果呢，一下子把周瑜给气火了。当然这是瞎编的故事啊，可是确实有这个典故，有这个说法啊，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铜雀台啊，从历史上。
就有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有这个有这个啊，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建筑啊，有这个建筑，而且呢非常有名啊，而且还有名人写东西记载这些，那这就值钱了啊，它有价值了，有历史价值啊，有文物价值。而且呢，后来呢，又把这个铜雀台呢，虽然后来拆得乱七八糟，但是还是因为它铜雀台，它做这个那个每块砖呢，它都是有标记的啊，它是一看就知道这是铜雀台的那个砖，然后又把这些砖呢，又做成了砚台。哎，我父亲呢就有这么一块，这铜雀台砚台不多，但是呢，我父亲就有这么块。所以这个呢，那就是属于顶级的有价值的东西了。还有呢，我父亲呢有什么呢？他有这个鸡缸杯，你听说鸡缸杯吗？哎，明代的，真对，漂亮！哎呦，那鸡缸杯可真哎，是我不们错。有一张照片，我们编导放出来看看。哎，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呢？你那刚才讲那铜雀台那个照片，你应该放出来一下。对，啊，忘了，放一下，对。看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个铜雀台砚台是什么样的啊。因为，但是它那个年代不同，它有明代的，也有这个宋代的啊做的这个铜钱台的砚的，这不同年代做的是有的。那么刚才我们讲鸡缸杯，鸡缸杯就漂亮了，啊，鸡缸杯那我们家没有一对，我们家只有一只，啊，有一只，那小的时候看真漂亮，那瓷器透明的，哇家伙，这真是就你觉得你捅就破那种感觉，啊，非常的漂亮，是吧？哎，这个呢也是有价值，而且非常有名气的那我父亲还有什么呢？有石涛的画，石涛的画是非常漂亮，丈二的，大幅的，不是小幅的，大幅的啊，钟馗捉鬼，哎呦，我印象很深。我妈告诉我，我爸爸就光装裱这幅画，后来因为他这个他比较旧了嘛，后来。就光那时候，那时候光装裱这幅画花了500块钱人民币。那个时候花500块钱人民币，你可了不得，是吧？请最好的这个龙宝斋的这个装裱师，大家给装裱的500块钱，啊，都是用原纸那个元代的那个就是那个明代的那些纸和当时的那些材料装的，那价值非常昂贵。说实在的，我估计我爸买那幅画都没花500块钱，那装裱钱比那买的画还贵呢啊！所以这都是一拿出来一看啊，就没得讲，是吧？哎，我们家有明代的宣德炉，明代宣德炉很有讲究，不是说这个个都是精品，我们家那宣德炉是带有金子在上面的，就那上面有金子的。啊，我妈老给我们讲这段故事，我印象都特深。说这个那年也不是怎么皇帝逃跑，是吧？金就把那个金子和铜啊，都那个烧那个火啊，结果那个把那个整个的宫殿给烧了。那宫殿里边呢有金子，那有仓库有金子有铜都烧在一块儿了，那怎么办呀？都融化在一块儿了，哎，就把它做了一批炉，就是宣德炉啊。但是不是每个宣德炉都那样，有的宣德炉是。有的是带金的，有的是不带金的，啊，那时候我们听啊，所以给我们看，你看这就是金子，看见是一块一块的，这是金子，哎，还给我们纸呢，这说明这个宣德炉呢带有金子的这宣德炉那就值钱了，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非常规范的，是吧？而且有出处，有典故，啊。这样的这个，而且这个艺术品，从艺术角度来讲，有相当的艺术造诣的，哎，这才能成为一个这个古董的经典的东西。你得有收藏这样东西的，你才能算大家。不是你随便弄俩东西就弄两个，就算这个康雍乾的官窑弄两个普通官窑，你不是经典官窑那也都不行。啊，那都算不上。过去康雍乾东西都不值钱，就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的，有那些瓷器，过去这都不值钱。
你知道吧？现在值钱了，那时候过去这些都不值钱，现在一说，哎呦，康雍乾可了不得了，官窑都了不得，是现在了不得，当时不值，都是不值钱的东西。我小时候都知道，这也不值钱啊。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值钱了啊。你像我太太他们家，就是我吴祖光的父亲是大收藏家，这个为什么？他首先自己本身。他就是国务院，他就是最早的那个接收这个故宫博物院的人啊，他又是故宫博物院的首任秘书长，哎，他收藏了好多古董，比如说他们家有东西，我这是我亲眼看着的，那当然这已经拿到故宫，后来我看到了，哎，他们家有什么呢？有这个赵子昂的马，这说这个呢，可能一般人不太懂。但是说《红楼梦》你就知道，《红楼梦》有一个名句，就是那个电视剧都有，你可以看，叫做“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是有典故的啊，有说头的啊。那他们家就有赵子昂的马，那马漂亮，他们讲话那马屁股肥，这就赵子昂的马有名的，他们家就有，哎，而且还有吴道子的画啊，这些呢。那这都太名贵了，这些东西都是吧？就是你要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要称得上一个收藏大家，你怎么着你也得有几件这些东西才行啊！这个，而且得有经典典故的东西啊，有一些从前虽然也不错啊，但是不能算经典典故，那也不行啊。所以有一些价值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康雍乾的官窑是不错，是吧？现在很有价值啊。但是康雍乾的官窑没有什么名典故啊。你要说起来，刚才咱们讲话，这铜雀台砚呢，那这可是有典故的，是吧？鸡缸杯那是有典故的啊，你必须得有典故。当然，康雍乾的某些作品，就是某一些瓷器有典故的，那就更值钱这得分。啊，东西和东西，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就讲回了徐展堂那东西，第一它多，第二的东西好，啊，那这也是收藏家，就这些人，在我们眼里头啊，那是收藏大家，张伯驹哇，那收藏大家，是吧？现在讲的那些收藏家，我一听笑笑得了，咱们我不，们也你这个怕。是节目之前中间讲的一个叫蔡国庆，就是不是个小白领？蔡国庆呢？那蔡国庆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唱歌的那个蔡国庆哦，啊，后来他也做主持人啊，哦，主持人，他也玩他古董，也玩古董，他也玩古董，他是但尊代的嘛，对吧？蔡国庆是不是尊创的？对，他呢是据说是是这个赵忠祥影响了他啊，玩了古董啊，但是他比较谦虚，他比较谦虚，那这个呢就是古董的话呢，他是。还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得有一定规矩啊，有一定规矩，不能是个人收藏点的古董。你刚刚你说那个，满屋子都是古董，那个随便拿一个，那这个更不是了，这谈不上什么古董收藏，那净是假的。因为我怎么我看过好多的那个人请我到他们家去看啊，那个都是假的，哪是真的啊？那汝窑一大堆汝窑啊，一大堆这个。一看，那全是假的。有一个那个在桌子上，那有一个汝窑的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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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东西啊，有一个把儿啊，一不小心一碰掉了，没事。那你要是真正的好的汝窑东西，你能一碰东西掉了吗？这不可能的事儿。那个有个耳，轻轻一碰，不知怎么着一碰，谁不当掉了？这造的都太粗糙了，有点就是。你就是官窑仿这些汝窑东西，那做出来也都是非常漂亮，也就清，尤其清代啊，有做了好多那个仿制汝窑东西，那做出来也非常漂亮。那也值钱。今现天在一口气又讲了一个小时了。啊，今天讲一讲，就是不知道怎么就讲的古董，就你讲话，我这人是什么都多少懂一点，但是都不深入，胡说八哈哈，道，是吧？哎呀，啊，真正深入，
那就是这个变成古董才会真正升值啊！只要活在世界上的都不升值。我也不当古董收藏家，我不想收入深入，我知道点就得了。OK，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彭萨里先生啊！下一次我希望你能够带出你的画作给我们再展示一下，有没有新的画作有，当然有很多。啊？啊，好的。好，今天您还有补充吗？哎，没有，今天比较小众化，因为古董这东西的话呢，这个很多人不太懂。嗯，有历史，就是如果喜欢人，我估计他们会听点嗯，儿。哎，但至少呢，就说清楚了，这个古董收藏家，什么叫古董收藏大家？啊，什么叫普通的？什么叫现代艺术品？我认识好多人，那很有钱，他们收藏了很多，哎呦，非常棒的画，那都是现代的，都是当代艺术。尤其是好多外国的画，外国人的画，那都是当代的东西啊，那都他这些都不能算的是古董啊，这就当代艺术品收藏啊。刚才你讲的小隋永清，他也属于当代艺术品收藏啊。嗯，这个呢，不能把他们归为这个古董收藏家，就不行。嗯，好的，那我们就期待到下个星期和彭萨里先生见面。谢谢你收看这个《明镜历史台》的我带这个彭萨里先生的长篇系列访问，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在进行之中。谢谢大家，再见。谢谢。